全部新设的有，像柔性能够获得物理学系有专门帮助男生参与国际会议奖学金，这份奖学金肯定了我研究生涯的努力与成果，让我能以后不只要参与西班牙从英国联合国际会议，然后在会议上的话，在各个国情边交流，然后也能获得边界的机会。非常感谢物理系系友的慷慨支持，然后在未来的求学路途上，我也会珍惜这份心意，然后继续在领域里生根，然后未来有朝一日会把自身所学回馈给系上，支持有爱的学弟妹，为他们的理想出一份力。由衷感谢，觉得很是的，是的。